原路原座位，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可以注意看一下啊，自己现在推荐的称呼，比如说给别人介绍这首虎，可以看向自己的左手边啊，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沿着长江边上先行驶的。我们现在呢所走的方向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往哪边走？往下游啊，往东走的啊，哎。那当然现在的话呢，大家。远远望去，东方不败就朝着西陵峡缓缓而行。建筑，这个停太久了，好，还有分两段，那就没关系，应该先讲好。嗯。
人工的，动物。要唱个情歌队唱要不要的？要。喊出火星，不要喊，叫叫火星叫。火星啊，是不是家属老婆老公的真身？对。爸爸相当舒服。左脚背脚，右手脚背。左脚背脚。